肺癌的是我们说是一个大范围，是一个大的概括。肺癌包括我们说小细胞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，而非小细胞肺癌其中包括肺腺癌、肺鳞癌、大细胞癌，还有其他一些种类。从分期上来讲，它应该是我们说1期、2期、3期、4期，3、4期都叫晚期。那么胸腔积液，有胸腔积液之后，它肯定是属于是一个晚期的状态。肺癌复发的症状，有些病人他是没有症状的，他无症状复发是有的。那么有症状，那么他有可能，比如说这个肿瘤长在了位置，比如靠近气道，长到靠近气道，他有可能会咳嗽、咳血，也有可能会到